Pada hari ini juga, hari pendaftaran murid tahun 1, mereka memberi secara percuma gunting rambut kepada budak-budak yang menghadapi masalah dari segi kewangan. Mereka juga memberikan pakaian sekolah kepada murid-murid yang bermasalah. So ini merupakan satu yang begitu baik kepada komuniti dan juga masyarakat. Saya banyak senang sekarang. Saya susah hati mau beli baju anak-anak. Sekarang di kelas bagi baju, saya gembira lah. Because I know the impact that the uniform is going to have on her and her family. That's a family that really strives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to follow all of the rules. Mom walks the kids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so that they're here on time. Thank you, volunteers, for giving me and my family a shirt. 穿衣啦，是一种人格、品格。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有学生的很宝贵的这样的学龄的年代，这就是表示呢人生的可贵。他们有福得受到教育，有受过教育的呢应该要很珍惜。他有这样有福的环境，一路呢求学那样的顺畅，这种有福人就要感恩，要尊重自己的人格，感恩心来尊重啊。看看小学生有小学生的制服，中学生有中学生的衣服，到大学有大学的形态，这种学生的品格啦，要稳重，而且呢，表达求学的过程，用感恩心，尊师重道。要珍惜呢教育资源，要认真用功，这才能呢在受教育中呢才能完成自己受教的品格，很重要。就是穿衫就是这样啦，一段一段毕业啦，你要再回到回来再穿这样的制服，没有机会了啦。所以要珍惜，珍惜自己的人生有福的过程，这也都是最近我一直在说值得回忆，好好的回忆过去。所以人出生开始就是教育，这是人生一生来，这是教育，这就是价值。价值就是希望。人生生命一结束，那就是无以良师，这是这一回啦。墨西哥的菩萨来到台湾啦，他从台北一路南行，又转回到台中，又回到了花莲，一路看，一路心得，一路学习。他一到了台湾，开始了走起了忍辱衣。如何忍辱衣？因为他们发心立愿呐，要培训的啦，开始要见习。他们已经以跟慈济人一样的动作，学习慈济人的进出威仪，也坚持呢要拿筷子端碗，这都是。要有这样的学习行仪，学菩萨
就是要像菩萨。还有他们如地如仪的看我们的规矩是怎样，他就学怎样，我们的威仪是怎样，他就学怎样。这种的礼节啦，进与退。所以每天都在学，他才体会到了生命啦，一生就是不断的学习。是啊，一直一直爱学习，他一直在那见习，一直在见习，一直在学习啦，一直到了回花莲，到大学，听到大体老师的过程，感动的哭的。他说：“人生就是学到了。”最后的成为无以良师，这是生命教义，生命教义，生命价值。他们都已经呢，人生的学习，最后就是领受了这个使命，要回去，因为呢。14个人回来正式皈依了，皈依了以后呢，他们就是受命要回去的啦，就是要实行在菩萨道上。他们已经呢是使命感，知道人人都要当成了慈济的种子，回归国度，即布种子，一生无量，无量从他们身上而生，愿意呢回来学习好慈济的使命，法脉如何回去传，这都是。他们人人有家，人人顾好家，要为当地社会呢奉献，这都是呢使命。使命呢，起初就是亲像这领衫，穿在身躯里，开始就有使命感了啦。这是成语所说的。天衣吼，啊，该水发华经的天衣，这天与天衣，就是讲对天散落来的天衣啦。好，敢有影天会当安尼落着衫落来呢？这是一种形容，那就是呢，我们人人呐，都要有。天使命，天性都是善良。人拢讲哦，天良，天的良心，天良心呢？那意思就是说，心如虚空一样的开阔，不受到了。污染的清净，很纯良的一片心，这叫做天良良心。这应该咱古早人呐、啊，古人的说天良哦，爱良心哦，应该呢也是很有佛法的禅机存在。天顶下的雨呀、啊，点点的小雨呀、啊，那就是滋润心地。这水也是人的大生命，水调和啦，调和大地，也是调和人心。化譬如水，让人的慧命滋养、滋长慧命啊，这就是。
仁爱从承受这样的使命感，要有做人的人格品格，从形象里都要看得出来。在你身上制服服之前，肯定还觉得还想来就来，不那个哈。但是穿上这身衣服，就是多了一份责任。实诚装，要实际的男众见习培训2年，然后才给上人给我们受证，才有资格穿上这套制服。我以实际为荣。